咋的了？嘟囔个老嘴啊？你往怀里揣啥呢？往怀里揣啥呢？那啥呀？什么错呀？你往怀里揣啥呢？这啥呀？洗衣。你拿它干啥呀？去撸的。溜达啥呀？你溜达？我们去我和洗衣 shopping。shopping，嗯，说实话咋的了？送他们。为啥不养了？送他们干啥呀？还怕死我？洗衣尾巴和脚都黑了，害怕死了，完了给送回来，去取那个箱子去了。这啥也不养了？嗯，不养了，这啥也别寻思养了，我拿。有点记性啊，啥也不要了，听没听见？进里边你看鱼啥的也不能要了啊。哎哎，我天天给你打的天亮，不能要鱼啊！你把这都送去，你记着，你之前养东西啥玩意养啥死啥，养啥啥有病。鱼没事儿，然后可以吃。嗯，把你吃了吧你，难整。哎，踢，把它都踢坏了，踢，幼稚鬼，造的，你看造的出来。